吃饭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糯米笋炒的这个腊肉，配上这个香辣腐乳，哎，这个腊肉好吃。西红柿炖牛肉，哇，这个汤汁拌饭绝了。没豆腐啊，真的。拜拜，帮我点个赞，点个关注，朋友们，谢谢大家。吃鸭肉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做的这个魔芋烧鸭子，好吃。魔芋都找不到了，
这个用压锅压一会，然后我再焖的，特别入味。用啤酒焖的，帮我点个赞，朋友们，谢谢。这个鸭爪，看这鸭爪烂不烂。